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记啊，今天跟着杨记屋啊去那个闽清下注来玩，这时候傍晚快七点了，人家这里一点都不热，这要中多漏的，这地方中多漏啊，一年四季都不担心热，最高才31度啊。我去那个，我把你排进去了，你还在这里吹高，我可不管你了。哇，我终于看到我梦中的稻田。以前我家门口啊，一走出去都是稻田，现在只能到这里乡村，来追忆童年的时光了。你开始直播了？没有啊，我拍那个视频，我拍横的视频。这地方不错，这多肉搬来过来种吧。这多肉要搬来，夏天就不担心了。确实有的地方夏天种多肉，非常悠哉悠哉。我今天提醒一下，不愿遮阳，不愿遮雨，在这个闽清下注下要种多肉是非常 OK 的。我选种这个院子，很好喝，真的很好。现在考察这栋的人家就很好了，都是玻璃的，下面你看完全可以种多肉的。没有，刚才那边忘记拍了，茂盛，真的很茂盛。这个是芋头。哎，这个都是地瓜啊，大家看，这都地瓜，哇，很茂密啊，生命力很旺盛啊，那这样看看，胜利，黄，地瓜，这个是稻田，但是我发现稻田长了很多虫子，老人在家可能没打药，这要花钱，都要打药了，这个叶子都被虫子吃了，哎，还有青瓜。哪有哦，那个黄瓜啊，最美乡村啊，下注乡。西边走啊，真的，这家你看，房子建在以前，我们房子也是建在稻田中间啊。来看看，这家好像没人住在家里了，完全的乡村气息，非常浓厚，完全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农村，但是我的农村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啊，今天终于来到这里哦，感受一下童年的时光啊。什么果树啊，在这里都会长满果实，这就是温度好。啊，这。我不舍得打鱼，你能买有没有？这空心菜，哇，这空心菜，用青硬啊，挨着一挡路，啊！哎呦！小田埂啊，大家还没有走过，有走过的。哎呀，完蛋了，差一点丢下去了。天哪，
这才显示出农村本色，农村本色，看谁的平衡厉害。刚才几乎没拍我，你慢点走啊，我拍你啊。哎呀，我先跑过来了。你看，哇，哎呀，那两个没用了，那两个没用。那两个没用的，家从这里都可以啊，从那个地瓜田里面走啊。哦，哎，这里有个窟窿啊，我差点跌下去了，你要小心哦。那个农村里面买的玉米还要在你家里煮一下。这几个人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吃玉米的。好地方啊。好了。